各位狼友们好，我们回来啦！今天我们来一场 NBA 2K19 的比赛。还是恢复到我正常的声音。恩比德对唐斯，凭啥恩比德那么牛叉啊？凭啥恩比德那么牛叉？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比赛。看一看是恩比德牛叉还是唐斯牛叉，两个人都是中锋的位置，两个人身高都是2米13，恩比德24岁，唐斯22岁。名人堂最高难度，十分制。10个球，让我们看一看。等一下，改一下我的这个摄像镜头。好，比赛开始，看一看到底谁厉害。唐斯还是恩比德？哇，上来唐斯就一个进球。76人队啊，现在是2比1领先猛龙队。恩比德也是发挥的不错，上一场比赛对阵猛龙。两个人呢，我觉得风格都差不多，能里能外，比较全面型的中锋。看看大地生吃，哇，进了！我怎么感觉好像是被盖了？2比2，大地赶上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有出界，他有投篮。哎。中路还进了，唐斯还挺牛叉的。哎呀，硬度上，唐斯这一比硬度输给了恩比德。好硬，好硬！我靠！大地又开始拼硬度，硬度来了。又得分，大帝现在反超了。
大帝，有时候大帝和这个唐斯啊有点分不清，两个人好像有点一相貌有点像，虽然发型不一样，唯一辨别他们就是发型。干拔拔，哎，哇！恩比德。两个人啊非常的紧，非常的非常的紧啊，我靠，我靠，啥情况这是？唐斯现在能进去吗？进一下，进去了啊，好紧，进去。我靠，这一个。这个体现了大帝的智商，一脚踩到线外，哇！双方真是硬硬打硬啊！硬度的比拼，男人之间的较量，硬度的比拼。半天两个人都没有进球，是一场龙争虎斗啊！我靠！我靠！终于进了。哇，唐斯这一转身确实速度快，但是转完身之后发现大帝还在眼前，呵呵，这就是尴尬的地方，转了半天身，大帝还在，哦，哇，唐斯刚才来了一个欧文式的胯下过人，欧文式的胯下过人，哎呀，到底谁能赢不好说呀。哇，已经冒烟了，这唐斯已经冒烟冒火了。9-8。9-9。看来要打加时啊。两个硬汉，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战，我靠！隔扣唐斯，恩比德隔扣唐斯，哇！哇！
哇！最后大帝赢了。